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折一个简单又好玩的大嘴怪。首先准备一张正方形彩纸，两角进行对折，打开。另外两角也对折，打开。把四个角沿中心点对折。翻过来。四个角同样向中间点对折。翻过来。选一个角向上撑开。两边这样对折。把这四个三角从这里打开，依次对折到一起。折成这样。这个角也对折过来，这样打开。在最上面的角两边贴上眼睛，捏住两边的角这样拉开。这样一个简单又好玩的大嘴怪就折好了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